好球，抢断阿布沙布，转换进攻。然后呢，因为赵睿今天没有报名，所以呢换上孙铭徽来顶替赵睿的位置，也是其实是有很多投手的，所以外线的轮转还要更快一点。嗯，阿布沙拉木外线出手三分球，好球，这是阿布沙拉木的特点。关好球，抢断阿布沙拉木，转换进攻。阿布沙拉木的防守的时候，他的选位是非常聪明的。没错。哇，上来就扔了。对，对方这个现在的他们的空间突破。三分球漂亮，阿布沙拉布是真好用，心理素质非常非常好，防守能非常投入做防守尖兵。好球，又一个，这让我想起来去年中国队亚运会打伊朗的那场球，阿布沙拉布和九号这两个人外线机会啊，他们现在打得非常非常的耐心。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这个防守第一次第二次之前，哎，这个球我们看这个球是不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裁判员已经吹了犯规了，但是比赛结束上半场暂时要罚两次，罚这两次，对，不占位了，两罚，太快了，进步的太快了，没错，对，这才短短的几年，他这个都非常优秀的一个球，没错，但是他这种天赋就是对篮板球的，包括我空手，他在关键时刻总能出现在那个对的位置。我觉得这